爷你们玩会儿啊。一起来看一下德云社的云字科有多值钱。孔云龙，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太熟悉了，德云社云字的那是值钱。一个云字，朋友们，我不夸张，一个云字盯15个赫兹。他说的是市场价。账头还真细致呢。是32个九字，78个肖字，127个龙字。那我就别招龙字了，我师傅收几个云字就都有了啊。师傅您得捧我呀。我得捧你。您得捧我呀。好孩子，我是云字的，但是您得多看我一眼。为什么都看我一眼？怎么我还有个龙，还占一龙字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占着呢，对不对爹？以后龙字的都得归我管。以后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云字的跟龙字的，我都得是大师哥。当然了，云字的咱不敢争了，现在就说没有这个条件，是不是？龙字的我能排到大师哥吗？你是不是得捧我？你是不是放松之后又紧张起来了？郭老师捧三哥了，三哥红了，千万别是健康码红了。今天晚上你一定能红，儿子，真的啊！健康码红了。这个，哎，我提前给你道喜，儿子啊，今天晚上你红了。请记住，孔云龙啊！哎，记住。2020年最后一个夜晚啊，孔三爷出山了，你就是英雄中的英雄，大宝宝。我怀疑你们在开车，但是我看到了郭老师掌握着方向盘。刘大爷来了，里边请。你看看刘大爷，说相声于谦老师带着女观众来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要不说你不谨慎。我也不知道他大儿能调过来。那是于谦老师跟女观众又走了。因为你报案了。于大妈打来了。好家伙，于大妈都来了，我跟着了没有啊？去。我来的早啊。那个时候郭麒麟才那么点儿。对，是陶云胜还那么点儿，陶阳，于大爷那东西才那么点儿，我那不行。对，你要拦着他，我跟你急，你让他说清楚了。对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说这怎么于大爷就？干嘛？我要起哄啊！怎么着？耳朵。我以为你说鼻子呢。哎，小三，我有点紧张。有一天我骑着摩托回家，快到家了，路边上停着一辆夏利车，这都听说过，在那儿晃。哦，车坏了。我干过门童啊。这事儿能打到你手背上啊？不是，你就是门童，怎么还干过门童啊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，于老师？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，翻篇翻篇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。在想师傅，这不是一动词，不是有一篇吗？动词大词，动词大词。好吧，过年了吗？这不是庆祝什么啊？来，我眼尖呢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我这离近了，我看看吧。后座上坐俩人。有一男的抽着烟，烫头。
边上就是那吃炸面的女的啊，啊，就是你让进去的。哦，开车呢啊！你这时候这么单纯干嘛呀？快说！一进了，于大爷认出我来了，哦，冲我摆手，那意思让我走啊？你以为是？理会错了，我以为他让我过去呢。我一走神儿，我想的有点深，我一走神儿，梆一下子就撞上了。我让你过来，没让你进来，就撞进去了。说想的，然后呢，孩子？哎呀，我躺地上了。于大爷走了，人女的让老公领走了。你躺地下看着还那么清楚呢？我印象挺深的，没人管我，后来师兄弟给我送医院的。哦，扒了马褂的三哥就是不一样。都会抢答了，晃他们眼睛，不让他们看见，这什么事？这点残疾不叫事儿，对对不对？就这么点，这小点手指头嘛，嗯嗯啊，都戴上，戴满了，嗯，这两手十个戒指，嗯，都给你戴满了。是我，这我知道啊，这我知道，这我说的。他是什么呀？就是切磋他母亲是六指儿，十个戒指，这我都知道，我知道这个。我还没有听到题，你就说出答案来了。我知道，俩手没有大拇哥，八个指头戴十个戒指，是因为有六指儿。对的，我知道这个。这个合理。然后呢？我有点忘词儿了。不是什么你就知道哪儿啊？